新冠疫情引起人们对学习生态系统的关注。我们深刻了解，想要成长，便需要拥有个全面的支持系统和真正关爱的社区。硬技能方面的学习需求在数字化时代仍然持续提升，软技能是可以教的，努力学习和掌握这些技能的人常常可以成为优秀人选。本周的线下纵横谈2023教育趋势关键字整理包，与您一起进入了解和优化学习以及其发生的环境。